好，111年5月20日下午16时45分许，本甲大顺一路与联兴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处理。现场一名诚信民众驾驶自小客车，沿大顺一路西向东绿灯左转联兴路时，与大顺一路东向西直行方向宋姓民众所驾驶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。警方到场处理测绘，双方驾驶皆无受伤，亦无酒精反应。初步分析为左转弯车不礼让直行车所致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8条1项6款，处600至1800元罚款。详细噪音将交由交大进一步分析研判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转弯时，应减速慢行，切勿抢快，注意车前状况，保障行车安全。